那么我们来读读第一篇啊，整个题目来读一下。这里说到复活基督的意象与经历，在基督的复活里，终极完成的三神与信徒宇宙的合并。那么这一篇主要讲什么呢？这一篇主要讲在基督的复活里，这位终极完成的三一神，感谢主，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也就是经过过程而终极完成。哦，这是主恢复中独特的发表，但这个发表不是字句的累积，这发表乃是意象的看见。啊，我们刘穗弟兄善用啊比喻，那个比喻也很开窍。什么叫做终极完成的三一神呢？他说啊，就像米。什么叫饭？跟米有什么不同啊？饭就是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米，这你就懂了、啊、这个米就称为可经历可享受的。一样，这位神原来是生的神，原来是高高在上，原来是在住在那不可靠近的光里，原来是发声如雷的，原来他显现就要怎么样，山就要冒烟、啊、就有很多啊很叫人惧怕的景象。感谢主，这一位从前发声如雷的有一天说我爱你，神爱我们到个地步亲自成为人，成为可以怎么样，可以亲近的人，可以住在我们中间的以马内利，可以在我们中间，可以在我们中间行走，可以观看他，可以亲近他，可以告诉他。好，很快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大点说什么呢，一起读。我基督神性之荣耀的释放，乃是他经过死而复活，在复活里为父用神圣的荣耀所荣耀，他神性的荣耀得以释放出来，乃是把火丢在地上。简单的说，那个体壳，那个外面的壳啊，没有破掉，没有死而让它破裂破碎，里面的生命不能啊炸出来。我们都知道种子的力量，对不对呢？一个种子是奥秘的，小小的却满了生命的大能，它就是这一粒生命的种子。而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节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这是指属灵生命的冲击力啊！当主从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那个里面神圣生命的所示啊，满了炸力。所以弟兄姊妹，你我所以外面要破碎，一样的原则，乃是让里面这个灵这个生命能够释放出来。人所需要的不是我们美好的话语、美好的发表、美好的口才，神人所需要的是我们里面的灵。当我们灵释放，李弟兄说我们用灵说主的话，人听见的是话，人碰着的是我们的灵，人得着的是神灵生命的分赐。因为我们的灵与主的灵已经成为一灵，而伸延者的灵顺服伸延者，我们所能用的是我们的灵，但是我们用灵说话，人听话的时候碰着我们的灵，也就碰着调和的灵，也就碰着主的灵那个生命的炸力。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个意象我们就开始经历了。我们在主恢复里的基督徒应该一开口灵就出来啊，诗歌里说，但愿我灵一动人灵就提起，但愿我灵一冲人灵就得着眺望，就得着点火。愿我们每一次的出口都能够释放灵。第二大点，来，基督在他里祷告，求父荣耀他，父也答应了他的祷告。他在约翰十七章里祷告，基督主耶稣在地上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到了五节就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得荣耀，而这个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同有的荣耀。哦，他在未有世界以前与神本来就是一呀、啊、
在他来到地上，他被困迫在里面，这个外面肉体包藏着里面满了炸力的生命啊，满了炸力的这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但是还没有炸出来。所以他说时候到了，可以了，可以荣耀你的儿子了。然后耶啊，他这里又说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这是使徒行传三章，也就是那个祷告的父的答应，也就是他已经经过过程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钉十字架了。当时啊，那一批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啊，很开心，以为他们成功了。撒旦也很开心，哎呀，以为这一招可是一刀毙命了。哪里知道一刀毙到他自己的命，哈、啊！哪里知道这一刀让他体壳破裂，让他种子落在地里死了，哇！就啪一个爆炸，里面的生命炸出来了，就炸出我们这些荣耀的复制，哈利路亚！还要继续让这生命繁增下去。好，第三，一起，这样的得荣耀乃是一种迁移。把基督从他成肉体的时期迁入他总夸的时期，在这总夸的时期中，他这位未末后的亚当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啊！感谢主，这就是他为着这个合并宇宙的大合并所做的一个准备预备的工作。他死，他复活，然后呢，从死而复活，就从啊地上物质的范围，就进入了神圣奥秘的范围。从此以后，你我就进入了这奥秘的时代了。阿们吧！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了荣耀的盼望。这里这样得荣的一位，乃是啊这样的得荣啊得荣耀，乃是一种迁移。我们很清楚，乃是把基督从他肉体的时期迁入了他总夸的时期，迁入了他成为包罗无限的丰富。在这总夸的时期中，他这一位末后的亚当，感谢主，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当时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今天死而复活成为那灵与我们成为一了，我们也能对人说我来了是要怎样，我来了是要向你说主的话，向你释放主的生命，叫你也能够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所以约翰一章十四节说，化成了肉体，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等等，然后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两个重大的成了，第一个神成为人，第二个这个末后的亚当成了可进入的赐生命的灵。好，第四第五一起读一下，第四，基督借着在复活里得着荣耀，成了神的长子，兼有神性和人性，也成了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并且重生了他的众圣徒，使他们都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的种类。在这里就说到这个合并的实行了，这合并是怎样合并的呢？基督借着在复活里得着荣耀了，而且他成了什么？神的长子。原来啊，他是神的独生子，对不对呢？独生子跟长子有什么不同？独生子他只有神性，还没有人性，但是他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对不对呢？他不只有神性，他还调着人性了啊！他就借着死而复活，成为身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身为神的长子，并且他成了可以给生命的灵啊，赐生命的灵，就是那是灵的基督。而这位基督今天借着与我们的灵成为一灵，二灵成为一灵啊，我们就重生成为众圣徒，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神的种类。哈利路亚！这些我想对我们来讲，今天都是一种享受，一种事实的宣告。
Amen。 所以使徒行传13:33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完全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成为神的长子了。因为神所预备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就是主耶稣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怎么做到？怎么做到这个合并呢？乃是说了这话，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受圣灵啊，当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的盼望。最后第五点，来，在基督的复活里，他所有的信徒都被爱进与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生命的连结里，并与终极完成之神调和，成为一个合并。借着主的死而复活啊，基督的复活里，所有的圣徒，所有的信徒都要被带进与终极完成经过过程的三一神神生命的连结，性情的调和，至终能够在人位里一个宇宙的大合并。这些你看一步一步都很清楚，现在再来读啊，就越看我们就越要被这真理所构成。第一终点，来，神在他神圣的三一里乃是一个合并，神自己啊，三一神在神圣三一里是一个合并。你读这两处经节，你会找到五个在里面。来读一下，读一下经节啊，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然后呢，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然，也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所以简单的说啊，三一神互相内住，乃是完全是合并在一起的。第一小点，借着互相内在，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第二个呢，借着在一是一起是一的形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人位，对不对呢？一起读，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因我所做的事而信。主在地上的时候不活自己，他乃是活在合并的实际里，他乃是不只有意象，也有这个实行，有这个经历。第二终点，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乃是一个合并啊，终极三一神与重生信徒也合并了。这就是14:16-17、18-19里面所看见的，要求父赐给他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呢，就是实际的灵，你们却认识他啊，与你，因为他与你们同住，而且要住在你们里面，啊，感谢主！我想我就不要细读了，一二小点把它读完。那灵，神圣三一的第三者，做另一位保惠师，乃是神圣三一的第二者，做第一位保惠师。也做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的实际，不仅与重生的信徒同住，也住在他们里面。第二小点，指这第一位保惠师借着死离开了他的信徒，又借着复活回来做他们的另一位保惠师，使他们与他一同合着。很多安息聚会好多人讲到这些啊，哎呀，都讲乱了，讲低了，但是这里我们被提升了啊，到纯正话语的启示里，我就不重复。第三，来，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基督的复活里成了一个合并。哈利路亚，成了一个合并。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我父里面，然后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哈利路亚，成功了合并。一小点，到那日，就是到了子复活那日，你们就知道是什么 A
我在我父里面，子与父合并为一。你们在我里面呢，重生的信徒合并到子里，也在子里合并到父里面。西，我也在你们里面，在父里的子合并到重生的信徒里面，都在里面了。哈利路亚。最后宣告第三小点，十七节里实际之灵的在里面，乃是二十节里三个在里面的总和。无论怎样，主经过过程已经成就了这荣耀的合并。我们不加第六大年，基督和荣耀，也就是他的复活，其结果乃是一切神所拣选救赎并重生的人，与他自己一个一个的点，我们往下走。第一终点，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的信徒在复活里之合并的第一方面，乃是父的家。好，对这个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呢，都要学会如何来正确的解释圣经。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节那里，我们一同读一下：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言过其实。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的父的家的领会，就是天堂，就是天上的华夏天堂。但是我们要说不，它不是天堂，它乃是什么？乃是这个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呢蒙他所救赎重生并变化之选民的什么宇宙的合并的第一方面。凭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来读一下第一小点，父的家是由殿所预表。当你来解释父的家的时候，不能根据人的观念，更不能根据传统人这个要解释父的家，要根据经文本身。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节说到父的家，那我们要问，在约翰福音这个在哪里也说到父的家呢？或者在十四章之前哪里说到父的家呢？事实上是什么？第二章，在第二章这里呢，十六节主耶稣在那里说，不要将我父的家当作买卖的场所。十七节又说，我为你的家。而这个父的家就是由殿所预表的。那么到了十九节，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二十一节，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可见，根据约翰福音第二章，父的家是由殿所预表的，而主耶稣是以他的什么身体为殿。人拆毁这殿，人将它钉十字架，但是他三日内把它再怎么样建立起来。换句话说，这里父的家就是那一个在复活里的基督。这个在父的家里的许多住处，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许多的信徒。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二小点，父的家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神与蒙他救赎重生并变化的选民所构成的一个神圣且属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是父的家？主说，我三日内要把它再建造起来。当他建造起来的时候，不仅是复活的基督，更是呢我们这些在他的复活里所得着重生的信徒。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与我们这些信徒有一个神圣并属人的合并，就是这里所说的父的家。好，我们再读一下后面分号之后的这一句话，我们越吃基督，就越合并到这宇宙的合并。这是非常经历的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主观的经历我们呢这个宇宙的合并呢？就是父的家的这一块呢，就是呢我们要吃基督。启示录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提到呢得胜的我必将那呢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启示录二章的十七节那么这根据这一个经文，
啊，李弟兄就提到，我们越吃基督，我们就越呢啊经历如何合并到这个宇宙的合并里。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呢？啊，因为呢啊，这个隐藏的玛拿是藏在哪里呢？啊，隐藏的玛拿是放在金冠里，金冠呢是在哪里呢？在约柜里，约柜是在哪里呢？是在至圣所里。好，隐藏的玛拿是预表基督，对不对呢？金冠的金是预表什么？父的性情。所以当隐藏的玛拿在金冠里，这就是什么？只在父里面。而金冠在哪里呢？在约柜里。约柜是由什么？皂荚木包金所构成的。所以约柜是预表什么？基督。这就说出呢，在只在父里面，而父呢，这个金冠所表征的呢，又在哪里啊？约柜里面，父又在子里面，而约柜在哪里呢？在至圣所里。那至圣所表征的是什么呢？就是由基督作为内住的灵所住的我们人的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经历了，我们越吃隐藏的玛拿，我们越回到我们的灵里，我们越享受那个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是在父这个神圣的性情里，而这隐藏的玛拿又是在哪里呢？又是在约柜里，而这个约柜呢，又是在呢我们这个调和的灵里，由基督作为那灵所内住之重生的灵里。所以当我们越吃基督，越吃基督作为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越经历什么？合并。但是弟兄姊妹，再问一下，什么是合并？什么是合并啊？什么是合并？哎，刚刚才读过啊，什么是合并啊？你说讲到合并，两方面定义要很清楚，哪两方面？第一，互相内在啊。再讲一遍，第一方面是什么？互相内在。第二呢，彼此适宜的形式。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啊，当我们来越吃基督啊，来做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越呢啊，在主里面，也在父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就越在三一神里面。当我们越吃隐藏的玛拿，越吃基督的时候，这个三一神也越在我们里面。而且，当我们这样越吃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呢与基督与三一神。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作为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彼此是一的一起行事。所以我们今天对于合并不应该是一个客观的道理，乃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经历的。再讲一遍，如何经历呢？借着什么？吃基督。我们越吃基督作为隐藏的玛拿，我们就越被合并到这一个宇宙的合并里。好，第三小点，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已经借着他的血蒙了救赎，由他的灵所重生，而有了他的生命，并为赐生命的灵所变化，而有了神圣的元素，都是父家里的。好，所以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那个住处是什么？就是信徒啊，就是这里第三小点所说的什么，在基督里的信徒啊，就是这一个呢父家里的住处。好，那么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我们一同读一下。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同他安排住处。所以你们发现呢啊，这里的住处事实上就是呢父与子来与呢信徒的同住，而父与子的来就是眷灵，而父与子的来也根据我们有一种的情形，就是爱他。当然这一切都必须是在基督的复活里才能发生，但是当基督复活了，我们在经历中必须借得怎么样爱他，享受他的什么眷灵啊，享受他的眷灵，我们就能够呢成为呢啊与父和子，也就是与三一神来安排住处。好，第四小点，这父的家乃是借着父和子同着内住蒙救赎之选民的那灵
不断的劝灵蒙救赎的选民而得以建造起来，成为终极完成之三一神与所救赎之选民相互的居所。阿们。好，我们来到第二终点，我们一同读：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好，这合并的第二方面是什么？指的真葡萄树。好，我们读一下第一小点：真葡萄树做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表号，乃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好，真葡萄树是一个表号，表征什么呢？表征呢这一位呢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生机体。好，第二小点：其之子乃是基督的信徒，他们按本性原是野橄榄树的枝子，借着信入基督，已被接枝在栽种的橄榄树上。栽种的橄榄树和真葡萄树，二者都是表征基督，因此接枝在栽种的橄榄树上就是。好，我们原来是野橄榄的枝子，但是我们借了什么？信入基督。哦，我们不光是信，我们更是什么？信入基督啊，我们就被呢接枝在栽种的橄榄树上。好，底下的经文就给我们看见它的根据。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叫一切信入他的啊，今天我们是信入他的。好，我们就被呢接枝在呢这个栽种的橄榄树上，但因着呢栽种的橄榄树和真葡萄树都是什么？基督的表号。所以当我们被接枝在栽种的橄榄树上，就是被接枝在什么？在基督里。好，第三小点：其街上的枝子已得着重生，而有了神圣的生命，被带进与复活之基督的。好，第四小点：这就使无限的三一神得着繁殖，做那不可度量之基督，就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具体化身的扩增，为着他宇宙的扩展。这乃是借着基督这些只中性的住在基督里面而结果至。好，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实啊。一面来说，三一神是无限的，无限的三一神，但是无限的三一神要得着繁殖啊，不是因为他有限所以他要繁殖，不，他是什么？无限的啊。然后呢，基督呢是不可度量的基督啊，但是他却要得着什么？扩增啊，为着他宇宙的扩展。为什么要有这个宇宙的扩展呢？为什么要有繁殖？为什么要扩增呢？事实上就是为了让神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啊。那么今天我们事实上也需要这样子来经历哦。论到经历到合并的第二方面就是呢真葡萄树，主不断的嘱咐我们要住在他里面，他也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那事实上这个多结果子一面是住在主里面的结果，一方面也是行动的结果。我们往上去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有没有看到？我们读一下：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立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好，这就是行动，对不对呢？因为这里给我们告诉我们的前去借用像英文go forth go forth， 所以在这里呢是行动上要前去。我们不仅主力了我们更且要我们怎么样前去，并要我们结果子。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呢彼此是一的，或者在一起是一的一起行事。我们一面住在主里面，主也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这样彼此互相内住的时候，主也就差遣我们要怎么样前去，并且呢结果子。
所以我们呢真实在这里经历了与他的互相内住，更是经历了与他是一的一起行事。那么这一个呢就表现在繁殖和扩增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刚刚啊我们的光荣兄长提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月了啊，今年呢我们台湾新人得10000的目标啊就快要达到了。阿们不阿们啊？最后一个月，实际上不到一个月了，还有4周的时间，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每一位都成为什么多结果子的枝子，每一位都前去做什么结果子。怎么去啊？彼此互相内住的去，然后呢彼此是一的去，对不对呢？经把这个合并啊的、第二方面啊作为真葡萄树啊，让它成为我们实际的经历。好，第三终点，终极完成的神与重生信徒在复活里之合并的第三方面，乃是那灵的啊，第三方面是那灵的新孩子。好，第一小点就是维持第一小点，来，新孩子新人乃是由终极完成的那灵在复活里所。好，我们就先讲清楚什么是新孩子新人呢？是什么？是由终极完成的那灵在复活里所生。一方面是根据21节啊生了孩子啊，也根据13到15节说到实际的灵哦。所以呢什么是这个新孩子，什么是这新人呢？事实上就是由终极完成的那灵在复活里所生的。好，我们一同读一下，这新孩子新人乃是由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在他的肉体里废掉了那规条中的诫命的律法所创造的。现在我们首先要看见这里所说的创造啊，里头的解释就如同一种的孕育啊，这个新孩子这个新人事实上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废掉了规条中诫命的律法啊，在他里面，也就是以他为元素为范围所创造的啊，所创造的，这是以弗所书2章15节。再来呢，各位手中的这个阿拉伯数字的3啊，成为刮胡2啊，我们一同读一下，这新孩子新人乃是同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复活中由父所重生。好，停在这里啊，由父所重生，这就是刮胡2啊，刮胡2，然后刮胡3，并由那灵在信徒的灵里所生。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一方面有孕育，一方面有出生。这个出生乃是呢乃是同着复活的基督在他的复活中由父所重生。彼得前书1章3节那里给我们看见啊，借着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重生了我们啊。所以这个在十字架上创造，在基督的复活里由父所重生，并且进一步呢刮胡3就是由那灵在信徒的灵里所生啊。一方面就是事实说在基督的复活里我们蒙了重生，另外一方面在时间里呢是由什么啊？是由那灵在我们的灵里来生的。好，第四啊，第四，各位手中的第四也是刮胡4，我们一同读，因着基督受死离开他们而受苦的第一班信徒乃是生产的妇人。好，停在这里啊。所以谁是妇人呢？谁是妇人啊？那些门徒啊，也就是所谓的第一班信徒啊。因为根据经文我们看一下16章20节21节啊，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来，16章20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记得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22节，你们现在也有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再见你们就是什么？在复活里来，基督在怎么样？在复活中回来。所以在这里呢，就着门徒们经过那个受苦
啊，那种的忧愁而言呢，就是这里所说的复活。后面在复活中回来的基督，乃是新生的孩子。好，其实也是暂时先读到这里啊。在复活中回来的基督乃是新生的孩子，新生的孩子。然后第六呢，括弧六，成为新人。这一位在复活里回来的基督，还要在他的这个产生的一个新人里啊，根据哥罗西这个三章十一节那里所说的，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在基督的身体里，在这一个新人里，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好，那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经历呢，就是括弧七啊，括弧七也就是这里的第五，我们一同读：新人乃是由信徒借着在他们心思的灵里得着更新而穿上。好啊，接最后一句话呢，是呢啊，这个原来的纲要的第二终点啊，以或者说为要终极完成基督的身体。很快来讲一遍，这个新孩子，这个新人，就是由什么终极完成的那灵在呢复活里所生的。好，那么但是呢，要这个在复活里所生，首先是在十字架上，由基督怎么样，在他自己里面来呢创造的，而且呢在复活里呢由复所重生，但是呢又要怎么样呢？又要呢由那灵在我们信徒的灵里所生，是吧？那谁是那个妇人呢？啊，因着基督的离开而受苦忧愁的那些门徒们，也就是第一班的信徒，而在复活里回来的基督呢，就是这一个新生的孩子，然后呢要成为新人，而这个新人呢在我们的经历中需要怎么样，借着心思的更新而穿上，最终是为着什么，终极完成基督的身体。